少看到一个人弹琴弹到头发会散开？是这样子，当科技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，它就是一门艺术。It's kind of art. OK？ 问你一个问题。怎样？一个伟大的钢琴家， yes. 演奏完之后转身面对群众，他的琴声还是不绝于耳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所以一个伟大的钢琴家，他的演奏是不会结束。什么意思？没有 ending， never end， 这就是科技。OK， 这样好不好？ There is no everlasting. Do you understand that? OK， OK， see， take knowledge. 当一个人的艺术到达魔术的境界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It's a magic. 小朋友注意听哦，不是因为他是史内普，他要魔法让那个钢琴弹，不是哦，是钢琴本来就自己会弹。不要再闹，知不知道我们今天聊什么？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看到这个飞龙在天的，然后再看到这个钢琴，艺术跟科技分不开，就是技巧。OK， 我跟你讲，还记得上次吗？因为你不会修电脑，导致泱泱被小胖抓走。不要再讲这件事情，不会修电脑不是一件可耻的事，可耻的是你不愿意跟上科技的脚步，有学习的心。这句话，今天我就是要来学怎么样装一台电脑。借由不要再谈了，我现在聊天。如果你现在跟他讲说不要再谈了，他就会停下来的话，真的就很可怕了。不是不可能，他有一个开关，你只要把它按掉，他就不会。真的吗？就像电脑开动一样。真的吗？比方说，我现在说，比如说你现在说，继续谈，他就继续谈。你不妨说一个停下来，或者怎么样？说停下来。对，说个停下来。我现在说停下来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继续谈要这样讲，继续谈。停下来，要往这边讲，他就停下来，他工作人员就会跟过来。不用，我们知道。不要知道，然后就想说，打开来。就是这么简单。各位观众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呢，借由台哥来成为一日技家的一个行销特派员之类的，美这个名。我们今天要来当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工具人，给切了。凭什么你想切掉？哦，你讲。凭什么？让你。没有错，我今天就是要来当一个工具人，切掉。一样的话要干嘛？就这样，切掉。我跟你讲，已经看到了这个时间呢，你会发现，你是不是还没有订阅？如果你没有订阅的话呢，先按一下你右下角的那个小铃铛，你就可以订阅我们。订阅我们其实对你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，因为打开 YouTube 首页就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。但是订阅我们是一个肯定。现在就打开木曜四超玩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跟小铃铛，还可以每周在第一时间看到木曜四超玩哦。是这样，就是很高兴董事长能够给我这个机会。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，如果能够自己组装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，是一件很酷的事情。专门玩电脑的非常喜欢有类似自己个性化的东西。没错，我现在想做一台自己的电脑。我希望我一进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打开，它就会有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就有喇叭，然后。不要为难董事长。我跟董事长，你知道你下面对的是谁吗？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内啊，台湾巨人。对，应该算是龙头之一啊。不过说真的，你讲别的不敢讲，那你讲电脑方面，我当然是这是我们的专业，我是一定没有信心。嗯，尽管放心，绝对是这样子。你有这样的企图心，有这样的想法啊，绝对是 OK 的。但是我想要问一下董事长一个比较 private 的问题，像我自己在家里看电脑的时候，看一些很重要的片子。一些比较多，对一些就是有关技术方面的片子，技术方面片子，它会叫，或者说是有那个的现象，或者说叫，
这个是不是电脑有问题？有些时候稍微升级一下应该可以就可以了。什么问题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我看很多技术的片，哪一种修车？对，修水管、水电工，对，类似这样。类的。Hey, may I come in?Yeah, how are you doing, man? 类似这样子，英语教学的，对英语教学 ，OK, okay.。所以其实我今天就是要来能够学会这个组装一台电脑的技术 ，OK。有可能在一天内会，我就发现我把你交给学姐，她一定很有这个条件，很有这个实力，能够帮你带来很好事。好，学姐是这样，因为我最喜欢跟学姐研究一些有关于研究什么电脑，电脑，电脑这个东西啊，因为它很难升。所以如果说学姐可以教导你一些关于电脑的知识的话，那就是观众都喜欢这样。对，真的不一样。人生的美梦。我就把你 pass 给一个学姐。太感动了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，谢谢。有这样的精神要学习是应该值得鼓励。谢谢，好不好 ？OK， 也永远都要有学习的精神。我现在就要去找学姐报道。解脱了。不客气。Yep。有没有荣幸能够邀请你参加我们那个民宿的招待？太快了，直接约第三集是？不好意思，就是说董事长叫我来给你报道。平常在公司负责一些什么业务？我主要是分派工作。那我可以请问一下，这是你的一个门槛吗？因为我觉得阿罗卡哇伊是，学姐喜欢飞原子，阿罗说飞原子阿罗呢？这样子好。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很追星的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这一集都看得很开心，跟这一集就不想看。真的要问吗？不要。那我们不要问好了，当做就我们不要问好了，就这样好了，就这样好了。对。但是我 so far 我现在看起来，他应该没有男朋友。这段帮我剪掉，因为我怕粉丝会承受不住。不是，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通常他会有一个会有男朋友的照片啊，或者什么，他没有。整个东西都是这么少女的情况之下呢，然后他。又吃这样子的干燥水果，而且这边还有一些 C 啊 B 啊鱼油啊，应该是单身贵族。不要再讲怪了，不要再讲这个问题。对，学姐，我问你，但他笑得这么厉害，应该不是。不要探讨这个问题。我问学姐一个我想问的问题，镜头帮我稍微带一下。你平常上班的时候，大家都是这样看你吗？学姐是这样子，她刚才跟你报道对不对？然后学姐呢，今天要带着你完成一整天的任务。你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说一日工具人，而且是不是要先给工具人一件适合他的工具衣服？不，我你自家人要穿这个吗？可以穿。后面就是一些电竞的部分，然后组成我们的 logo。哦，七校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很屌的电竞选手在这里。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要爆雷，干嘛？我记得好像有。有，没有错。我忘了是谁，我是不是有跟他见过面？你要提点提示吗？提示他的名字开头是 T。T-shirt。Yes。等一下我们就跟 T-shirt 见面。啊 ，Hello man。T。Hello technology。Hello T。Hello transformation。Hello。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去哪里？等一下，还是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电竞室。哦，电竞室是？那学姐你吃鸡吗？有吃过。我讲绝地求生是怎样的？提醒一下各位，木曜是一个电玩节目，而不是吃鸡。大吉大利，绝地求生是怎样？我错了。有没有问题？我跟你道歉。有没有问题？连绝地求生四个字都讲出来，我只能跟你说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又误会了。因为他那个很斗志，一两百个人，然后从那这样高空下来以后，然后要这样赌，然后打到最后才会赢。你这么了解？当然了，我跟大鱼一起打的。剪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收到一个人神共愤的影片。这个你看这样子，如果滑不动就这样拿起来再往下滑，我也转快一点，哎，你飞过头，那我们去别的地方，我们就是这个，请大家帮我一起骂阿公。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大鱼打到最后赢呢。大鱼他是一个电竞的玩家，然后呢，他这样有一次，你知道，他已经跟对面呢、啊、只剩下最后两个人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趴着，然后对面那个人也是趴着。学姐刚求救的眼神，你看一下，说，请问你到底要讲到什么事？我在跟你讲，大鱼那是最精彩的。但你跟你学姐这样子，通常他的这样滔滔不绝的时候，你要用很崇拜的眼神，这样从四十度角这样。你先等一下，我跟你讲。大鱼是女生，然后那个跟他玩笑，我才是男生。他就偷偷让头抬起来一点的时候，大鱼放一枪打他，真的，大鱼就赢。176个人，他赢。他吃鸡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很难呢。你看旁边其他人都这样目瞪口呆啊。而且大鱼没有受过单兵训练，他不知道要那个出枪面、出枪慢、转枪面快。你知道出枪慢转枪面快吗？知道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跟他讲这要干嘛？
不要哈啦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看一下电竞室，对，参观一下电竞室。哎、欸，哈这么快？对啊，这是你今天最后跟学姐讲话的时候，她要帮你 pass 给别人。哈，我、嗯。真的假的？你不是你是本身不是也会玩电玩吗？对，可是我还是有专业的学长。你这么专业，你还有专业学长？哦，你要不要跟专业学长玩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是身体的颜色比脸还白，学姐比我好白，对，不是好白。你看，如果你看什么？你看的什么？如果你看什么？不是。好，学长你好。哦、oh, ，man， yeah， Andy Lau， yeah， 哎、hey， 哎、hey， ，nice to meet you， OK OK。吃鸡的那个游戏你玩过没有？因为我刚才讲的时候，我好像仿佛在很远处看到你的那个，叫对我的评比还是说，以吃鸡这个游戏来讲的话，你拿过几次吃鸡？拜有为再次提醒，木鸟真的是一个电玩节目，蛮难的，对不对？无数次，也玩的时间蛮长的，是哈、哦。但是其实我们你还有另外一个部门是更厉害的。所以等什么事啊？不好意思，谁？没有，我念出来。没有。Where and what？ Your son？ My son。因为我刚刚传短信给我儿子说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边一个很屌的电竞室，你来看一下。他非常的想过来看。录影中。学校您负责是？我负责的部分是内容行销，负责创造一些影片是玩家比较喜欢的。那请问一下，现在两位的背后有一个鹰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们的发想是来自古埃及神话的一个单字叫 Horus， 那它代表就是一个鹰神的鹰隼的象征。所以只要是各种影像的拍摄，就会在这里拍嘛。对。大家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呢，卞学长要介绍你一个男生看的会很兴奋。我已经很兴奋。你已经兴奋了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这种科技的东西，这种灯红酒绿的东西，我就觉得很有那种美感，就是那种回忆的感觉。你现在很冷静，但是观众。后面是这样，完整的电竞配备，完整最基本的双萤幕。双萤幕的用意是什么？不懂。一个萤幕不够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娶小老婆？我懂了。这样子的一个设备，是不是宅男的梦寐以求？当然啊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讲，我不懂啊。就是我，你没有那个感觉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我会没有那个感觉呢？什么东西念出来？念出来，我看一下。爸爸，我还要。不是，我还要大概半个钟头。OK， don't talk to me， give me a visual aid。OK， 那是叫我给他那个看一下那个现在的样子。是他才应该 don't talk to me， 应该说把现在录影等一下。对。那学长，请问一下，像你搭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男人的梦的房间，在公司要干嘛？我们自己本身会使用之外，平常员工休闲的时候，比如午休或者他如果、哦、可以来，可以都可以。是哦，午休的时候员工可以来这边玩。对，我们也是很鼓励员工多打一些游戏。在中午之前就要先进行一个厮杀，为了要抢这一个。而且不止我们这个空间以外，我们外面其实还是有小部分。哦，我不要在意，说就一直我在跟你聊，然后回头看到台哥是有点睡眼惺忪这样。那这个年轻人的东西，他会比较那个，请你不要一直想要睡觉的样子。我没有，我是很注意在听啊。你注意在听吗？对啊。那有没有同事是这样，他外头不回家了，然后早上他们就会用这个。我们甚至主管也都可以在这里打很晚。可以啊，给我一样。这样打的就是象征说你主持算了。好，我不要讲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讲来。来，我让你问一个真的想听的问题，问。你们几点下班比较？平常我们是5:45。5:45下班，很好。No more question 。怎样？了解。No more question 不行吗？我了解。我就问他几点下班就 OK 啦。不然这样好了吧？我让你问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。学长的身后有一个在发光的盾牌。哦。原则是什么东西？对，这样。是。我为什么要照你讲？我不要。OK， 不要照。不要问啊！不要问啊！不要问啊！需要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个盾牌？这个是我们跟一个模组的厂商合作，将我们的主机板提供给他们，那他们帮我们设计一个这样子的外形。其实这个盾牌是跟一个游戏 LOL 英雄联盟的一只角色是有关系啊，英雄联盟一个角色嘛，对，哪一个角色啊？你讲出来，我就把这台吃。我跟你讲，他绝对有个角色是这个，叫做。豹子头林冲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谁？这个是英雄联盟里面有一个叫雷欧娜的角色，对吧？就是雷欧娜，差点在想到，差点想到，所以这是一个算是一个特色产，对，是一个特色产，这个玩家买得到吗？通常都是请人家设计，要个制化。来，
我跟你讲，你先拿过来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你问，我可以问嘛？你问，那你主持嘛？啊，不，我不敢。莫名其妙。你问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亚克力板大概厚度大概是多少？我想不然这样子啊，怎样如果台哥今天就想说，哇，这个看到那个设计觉得很感动，他想要把这一台提供给我们的粉丝做一个回馈，抽奖送出这一台，他今天现金要给你多少？多少？就讲一讲，就这一台吗？对，这一台应该是要大概15万。15万左右，那我们先不留这一台，就不留这个，留这台贵不贵？这啊，这一张大概是20000块。这台也要20000块，对，随便你。这个大概多少？这个台，这可以送我吗？对，拿去抽奖，可以吗？首饰他们的那个 logo 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问到这边就差不多了。啊，谢谢魏局长。对，我现在知道了公司有一个电竞室，对，电竞实验室。所以我等一下有可能在那边上班吗？这里面有一个管理员吗？有的，他是另外一个更专业的，属于打电动很强的那个局长。所以会打电动，然后很会组装电脑，就有可能进。怎么那么屌？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术业有专攻嘛，人道有先后。您对于这个方面的这么了解，然后专精到我都不知道要问你什么，还是你想问我什么？你也没什么要问我。对。好。我想请问你一下，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我们的社群营销厅。又是社群营销？对。社群营销是干嘛？我告诉你什么是社群营销吗？像我现在拍到一半，对不对？忽然间我收到一张图片 ，OK， 是我们在工作的一个侧拍照，我一个臭拽的脸就在这边，而且没有打马赛克，没有打马赛克，这张图是哪里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拍到一半的时候，这边的同仁拍了我们在工作的照片，发到了他的社群，刚刚好他的社群里面有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，姓宋，他老婆要生了，我们在那边恭喜他。然后他就把这张图，你高中同学要生了，关我们节目什么屁事？我跟你讲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跟你讲。我现在觉得你已经不太想用马赛克，没有我要，而且你渐渐的一直在让你自己好像迫使你自己输到，还是在干？不要这样子讲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还没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还没，我100万订阅的时候才会出道，还没，不要讲这个。今天就在大老鹰的见证之下，对呀，就是你说下一个部门在哪里？在内湖。我们现在人在新店，我们现在要去内湖。我们在新店吗？对呀。我靠，要去内湖。我们一起去内湖吗？那可以啊。check it out， 走。掉这么大一个。我是从上面掉下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哦，后车这样子。我跟你讲。你们一定在想，所以我说那个切姐呢，等一下就会回来了啦，要继续看哦。因为我刚完成了一部整个电脑的这个拼装以后，对，还没有吗？这是跳拍的，是跳拍，你还没装电脑，还没有装电脑，好的，没问题。现在怎样？怎么样？这一段呢要学习做社群操作。社群操作。现在不管什么样的企业，大家都需要社群。那社群就是一个，比如说让观众啊，让谁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讨论自己的语言的地方。那技嘉呢，他们就很主动自己经营自己的社群。我们今天就是来做，你在瞄什么？因为我看到一个很帅的，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Toys，Siri， 你不要先破好不好？先破对。能介绍这一段的学姐，她告诉你要做什么？学姐叫 Lin， L Y N。哦 ，Lin，Hello Lin， 你好，你好。学姐讲一下，我刚才有没有讲错？社群经营到底是什么？社群经营的话，其实刚刚没有讲错。那主要是我们会全世界各地的战队或者 KOL， 然后去做各地的社群操作。欸，我好像有点懂他的意思，就是说他各地的战队一定有各地的拥护者，然后他这个拥护者呢，应该就是他们的粉丝，所以他们必须要跟他们的粉丝有一些互动，应该是这样。他一些博软的行为。对。那我们具体来说，你要给台哥什么样的工作？他做什么事？我们今天的工作呢，就是我们要拍摄一个战队的社群短片。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是邀请到我们有赞助的台湾战队 Gears 的战队总监 Toys。对嘛 ，Toys 嘛，对不 对？没错嘛。对。你先破了没有？你应该要先跟他哈拉半天，然后才发现说，哇，那上面竟然有他。问题是我是先发现，为什么我节目是实际都会先发现他的嘛？好 ，OK， 好，先叫他本人进来，好不好？欢迎 Toys， 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台哥好，台哥好。我可以先问一下 Toys， 你说，我总觉得我是不是有跟你有见？有，我从小看台哥长大的，从小看台哥长大的。我们在施工期间见过。那 Toys 是香港的朋友吗？啊，来，你能不能做成 Amazing？ 哇，这还……但是你为什么讲话没有？因为我住港音，
主要是我住台湾七八年了、啊，对。但是你再讲回广东话粤语 OK 吗、啊？绝对没问题，绝对 OK， 绝对 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你讲不回来呢？我来你买香港出差啊？你我解释一下，像 Royce 住七八年嘛，他现在就是两个都 OK。OK， 我住28年之后就会忘记其中一边，我选择忘记。没有，主要是没有台哥那个语言天分那么好。哦，对他真的没有天分。我今天要做社群操作嘛，他们会请 Royce 跟你拍一个用粤语来介绍，比如说电脑的零件啊、显示卡啊，或者它的特点是什么的一个影片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屌哎、欸，都在社群里面。好。那我请托一直帮你恶补一下，恶补一下，来，我看一下大师的产品。好，欢迎收看粤语小教室。我们现在要来请我们的 Toys 帮我们讲解一下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是香港的朋友，讲解一下像这个主机板里面的一些零件，我们用这个粤语是怎么说的，是吧？而家粤语小教室。系咪搞事啊？睇个冷静一点，唔系搞事，脏话都出来了，脏话都出来了。你唔好搞事啊！你知唔知啊？那教师应该怎么说？搞事，搞事。你刚念的是狗屎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狗屎，我刚讲是搞事。粤，你刚念的是粤语小狗屎啊？搞事啊！啊 ，sorry， 搞事，还是狗屎，还是狗屎。那教师在里面，搞事，搞事，事啦，粤语小搞。可以，过关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，是这个电脑里面的引擎，对不对？是，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我知道，我先讲一下，这个叫做，刚刚讲什么叫记忆卡还是什么卡？什么卡啊？记忆体卡。哎，不是，没有，你讲对了，因为他今天如果是一个泰国的朋友，说记忆体卡，哎呀，这样也行，这样就 OK， 记忆体对嘛？对，他做成一个卡的样子，所以他是记忆体，没错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凉风扇，对，有时候玩游戏会很热，电脑要散热用，但不是散热用，哎呦，它是应该是，看这里，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熟悉？这个部分，有啊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。是拿来插的，什么板嘛？显示卡对嘛？显示卡啦，显示卡就是这就显示，显示卡他们做的跟电风扇一样，真的是，好不好？显示卡会热，这是记忆体，显示卡，是。然后这个就是引擎板，接近了啊！因为我那天有贴一个东西在这个上面啊。用一个东西，然后这样涂一涂，然后这样贴上。这我这一段还没有发生，还没发生，这是未来的剧情，未来的剧情。好，开玩笑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它英文叫 motherboard， 妈板。主机板。厉害。motherboard， 耶。老师难得来教你，是我老师初三级考你好。不过老师觉得你 OK 就 OK 了。记忆体系做咩嘅？机体是做咩嘅？他在问你啊！他在问我，我以为要替他的话。老师出申论题，没有出翻译。记忆体是做什么用的？哎，没错。然后你用香港话回答。这个机体系叫呢个系嘛吓？如果有机体咧，就可以你知啦吓。所以机体咧就系好重要嘅。好，唔该 ，thank you。好，接下来三题的答案就应该是差不多了。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。中尾。那这个主机板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你看到这个主机板一定是很主要的嘛，是不是？主机板是一种鸡来的。大家都怎么样看？好多这个呢又插这度啦，这个插这度啦，插，咁咪可以运作啦嘛。它又是一个香炉，对不对？系啊。如果你要拜神咧，系用来插呢度啦。再来这个显示卡。系呢个显示卡啊，显示卡做咩嘅咧？啊，显示卡咧显示咯，系嘛？呢个屏幕咧一定要显示卡啦。如果冇呢个显示卡显咩咧？冇得显啦，系咪系？显示卡就系插住呢度啦。开始好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对，大哥，好啦，今天很荣幸我们的粤语小教室的第一集也是最后一集就到这边结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哎、欸，喂，你凭什么说结束？好不好？先谢谢那个托斯老师教我们这么多。
当然不客气不客气，我的荣幸，大哥，我的荣幸。最后，如果说你硬要打一个分数的话，今天的学习成果应该可以得到几分？哦，我想一下，如果十分是满分，如果又可以给十一分的话，又可以给十分，我会给一百分。哦，谢谢陶艺师老师，谢谢大家。于小教师，小教师，好了，不要再狗屎了，大哥，走了，下去了，大哥，下去了，可以下去了。今天的工商时间，啊，谢老板 ，You look gorgeous today. Yeah, 啊，今天好样子，好样子，来吧。很久没看到你都在做些什么。最近有点忙，后来不妨一瓶二十几万，蛮适合年轻人的，就决定下买。哇，恭喜你！哎呀，魏董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老样子。看你要春风得意的满面春风啊，还好啊，我今天才刚解决烦恼。真的吗？房产车器材全卖了，然后凑一笔钱，然后买了人生第一间房子。哦，在 A 七新林口。你也买在 A 七新林口？对啊对啊。我也买在 A 七新林口。你是？我买乐爵士，我买金爵士，哎，我买富裕捷径。全部人都买 A 七新林口，你们不会是？请问一下，我们现在的部门是？
是活动企划部。活动企划部顾名思义应该是办活动的。对，策展的。策展的部门。OK， 看到没有？同仁现在有这么多，策展的部门。所以请问您是部长吗？我是活动企划的人员主管，是是是。活动企划的话，这样子每一年的策展呢，大概有多少次？我们会去参加那种全球各大的那个游戏展，或者是 party。如果这样加起来的话，全球大概有10个展览。有10个大的展览。对，10个大的展览。哦，那像今年这个12月6号到12月9号的，这个我好像去年有去参加，就是在花博那边。对，我们每次参加 LAN Party， 我们的主题的话就是会是 Oris 的电竞乐园，让他们来可以体验我们的 Oris 的电竞的硬体，同时他在玩的过程中还可以就是几点，最后去我们的那个兑奖区看他有多少点数兑换他想要的产品，爽的一件事。几点兑换？下午2点。哦，我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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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600多点才能换到一张显示卡。六百多点，这个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的。没错，你只要加入我们。就可以拿到你的张票，那个票就可以去景点，就是入园券的概念。哎，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屌，我觉得应该每一年都办，而且我觉得一年一次肯定够。它不这样子吧？它应该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它是365天，然后那边开放床铺跟食物，很像一个流浪汉收容中心。你现在是不是最好的？哎，觉得这样很屌，我也喜欢。而且它旁边还会有很多周边的商机，比方说卖床垫的，比方说卖那个枕头套的，然后最后有人挂掉，旁边还有葬仪社在旁边。OK， 直接一条龙。OK， 全部都是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今天有个任务，想要给台哥。你说，你说，说。对，我很希望能够参与。对对对，我们刚刚已经说，我们已经是把展场包装成一个 Oris Land 电竞乐园的概念。Yeah。我们在那个场馆外面的话呢，也有一个摊位这样，但我们需要一个比较趣味的游戏模组，老少咸宜的，大家都可以参加。哦，老少咸宜 ，Candy Crush， How about that？ 但又不能脱离我们的。脱离了吗？脱离 ，OK， 我们还有想了一些，例如说真人娃娃机，最近不是娃娃机又开始流行吗？对，对，然后是真人的，像云南。然后那个人是不是一直用吊的吊在那边？那请问谁要去当那个被吊的那个人？然后台哥不知道怎么可以。喂，一定要是玩游戏嘛？对，要玩游戏的。我想一下，你大概给我2天的时间，我稍微想一下。我知道，我们现场可以设置一个洗头区。然后你洗头，比方说给他50块，我就现场50块，这样他可以得1点。然后他就一直在那边洗头，洗一个人，他整头头发洗到全都秃了，然后拿一根显卡，他在比着洗。你就洗头，对。我你在帮大家洗，我想应该是会蛮多人想要来的。可以啊，对，就是，哎，可以哦，我跟你讲，这样我们 OK 哦。我跟你讲，真的现场就3个洗头的人，温妮、洋洋跟大宇。你看他排队排不知道排到哪里去，被洋洋洗到啊，他那一头就回家就再也不洗了。我觉得可以，例如说你几点可以洗头，让比如说洋洋啊洗头，这样应该是蛮有吸引力的。我跟你讲，哎，一千点，哦，我跟你讲。这个绝对，他们在那边打到眼睛都瞎了，他还是不，他会来的，我不骗你，好不好？这个那决定我们就定了，我们就是洗头就成为今天的结果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真的假的？你真的会做吗？真的啊，技术上感觉是可以实现，跟美容美发科技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咱俩会感谢你，可以啊，今天女士公主高兴死。女生不能参加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泱泱洗头，女生很好玩。很多女生很想跟泱泱洗。那如果说女生的话，就我帮她洗。只要急到2点，我就来。就是台哥今天这样有帮到大家吗？有。真的吗？有。如果到时候真的不行的话，有资金缺口的话，我再给你刷卡。我们有一个就是妙思超玩的那个粉丝的那个独家回馈的活动。这么好？对，想说只要看到节目，然后来我们现场，可能讲一个 slogan 什么的通关密语，然后就可以获得100个限量的好礼。真的？对对。什么限量好礼？限量好礼现在还不能透露。这会是一个不错的。对，可能是凯哥的签名照啊。那大家完全没有这样的。那你帮我们想一个通关秘密。对，我们通关秘密。通关秘密。我们要有学问，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，李商隐的《锦瑟》这首诗。
想不到阿公竟然叫大家来现场配合，不错，也是有点教育意义。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我们就是景色这两句当做我们的通关密语。这样可以吗？后面后来学姐说，台哥那个礼物还有98个。顺便介绍了李商隐这首诗，不错啊，说不定那些小朋友就因为这个机会就背下那两句。这对对对，以后去外面就是可以拿来卖一弄。哎呦，哎呦，脱杜鹃你都不知道。OK， 谢谢各位。好嘞。想不到还有第二发工商时间。喂，对，你好，对，我要订一幅，2XL 1000件，然后 XL 1000件 ，M 跟 S 各500件。哦，女生也一样。对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什么？黑点是不是搞错了？女生版型不用这么多件吧？我们木曜的粉丝都是男生居多啊。什么？看木曜都是宅男？也有女生会看啊。Joey 讲话也太过分了吧？啊？谁说看木曜都是死臭宅？应该有一两个女生吧。暖男阿翔都是骗人的。怎么？看木曜都是恶心死臭宅，不可能半个女生。小姑你讲话也太恶毒了吧！天哪，竟然在让我开直播的时候听到这句话，说什么看木曜的女生都是母胎单身、恶心死臭宅、阴阳人烂屁股。天哪，纳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女粉？啊！我们才不是这样。木曜女粉。你们发现了吗？木曜的女粉不仅可爱，而且她们都穿着木曜 T 哦，黑色帅气，白色干净，搭配木曜潮流帽，没洗头的日子也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。以前工商时间我们为人作嫁，今天我们做自己的主人。木曜粉一定要挺木曜人，阿莲你 go home 啊！前300组可以立刻拿到商品，后面成立的订单依序出货，大家要有耐心哦。感谢感谢。学姐从事这个工作大概多久？如果科技业的话，大概8年。你有8年了，所以你是小学就开始行业，真的是不容易。这样，把妹，或者你要带台哥回来？因为刚刚今天发现，好像台哥对硬体知识比较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们可能要从基础的训练开始。他不是不太清楚，你是今天才发现？我们以前就发现了。怎样？真的是我。其实说真的，你看台哥的知识量在台湾来讲真的是数一数二，然后念的书又这么多，满腹经纶，真的是。儿子，对，儿子榜首，你却连 CPU 都不知道，我连路上问一条狗，他都知道什么是 CPU。哦，电脑那个嘛，我昨天才买一个哦，技嘉的狗仔。我跟你讲，学姐用心良苦。他重新把你弄回这个，回到这个最初的排练室。听说有一位学长很特别，他对硬体可以说是了若指掌。可以学长教我的。对，小台哥。小台哥。真的吗？技嘉小台哥。技嘉小台哥。请问他是因为什么特征会被叫成小台哥呢？就是一模一样，长得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，真的假的？好了，我今天也就承认了。你承认什么？20年前。外面怎么样？结拜的一位兄弟。越结拜越像。干什么？你以为是？我以为台庆有一个弟弟，或是台庆有一个哥哥。不要乱讲了，好不好？去找学长学怎么装电脑。几家小台哥 check it out 一碗小羊肉。哦、oh, yes， OK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跟你长得这么像的人，真的真的像哎，真的是失散多年的一位兄弟。你好，你好。请问你是刻意留跟台哥一样的发型？对啊，我昨天临时去剪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啦？老实讲一句，他这个头发很适合。是啊，都叫学长，之前是前 CS 的歌手。是，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。哦，那个时候是大概十几岁的。24岁。所以你到现在为止，还是视电玩为工作，工作跟你的 life。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我儿子就这样跟我讲，我说威廉，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要玩电玩？他说。It's my life. Shut up. Shut up 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把它讲出来。Get out. 我说你不可以这样子无礼貌的对你爸，然后就这样。就这样 OK。学长，那这样子啦，台哥今天是这样子。本来台哥今天高高兴兴的来公司上班，然后也去体验了几个部门，可是他连 CPU 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学长今天真的拜托你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任务，我需要你可以教台哥。从零到有，他可以把电脑组起来，这样就称得上是一个汉子啊！要跟酱要好好来学习一下，怎么样组装这台电脑。我先跟你介绍这个这半边的东西，全部要装到这个机壳里。
OK， 这样子就是一个我们叫做核心零组件。我先跟你介绍就是主角好了。好好好，主角有两样东西，我们现在介绍这个时间点，你光念它就是一种荣耀。怎么说？它叫做 OWERS 2080 TI。2080 TI， 也就是它要2080的时候才发售。那怎样？它是不久之后就会发售，但是现在它还是在卖关子的阶段。哦哦。还没有上市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心脏部分。心脏，一个心脏要有一个搭配的躯壳，就是这个主机板，这个叫做 Z390 Aorus Master 的主机板。它是为了这一个 CPU 而来。这个 CPU 也是光念它就有一种无上的荣耀。中，念起来是荣耀，把这荣耀交给我。这个是第九代的9900K 的 CPU 啊。所以它的全名叫9900K CPU。对对对，对。哎，你这有一个闷哼，有一个你像鬼马小精灵的声音，都锁到屁都快崩出来。你不是拉完了吗？你坐在那边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工作啊，哎呀是耗眼神的，他眼睛几乎是在全盲的情况之下。就是100%闭起来，就看不太清楚。在说，前情提要，不了解电脑设备的台哥，在上一次挑战装电脑，可惜公会没有前情，这是这个震撼，震撼。请台哥把这个主机板放到正确的位置。因为你现在这个动作有点感觉像纳塔的感觉，不要我看一下，不是那样的吉利。都顶了！刚才呢，有很多朋友啊，可能刚刚进来的，没有看到说我们怎么样拼装成一个电脑的。我们现在再请我们的匠从头到尾再示范一次。我来帮现在进来的观众做一个前情提要。是，刚刚匠老师总共花了17个小时，为台哥示范怎么样把电脑装起来。那他现在花了1分12秒把这台电脑重新解体。现在台哥面临他人生最大的期末考。就是把刚刚打散的一些零件再重新拼装回主机板上。拼装好主机板之后，进了机壳，按下电源。今天如果这边成功的出现 Windows 的画面，台哥就算通关。所以你的意思说，这段并不是匠老师从头到尾再来示范一遍。有匠老师要走了。要走了。要剩下你。我自己一个人弄。对。来，台哥请。台哥应该学习力很强。没有问题。好。好，来计时开始。靠腰，你不要配音好不好？然后接下来先上机壳，这是机壳，可以这个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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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K 了，真的假的啦？这个我跟你讲，后盖没有意义，因为它最主要是看它电源有没有亮。你不想说弄得漂亮亮？哎，靠背啊，来。哎，这不是行李箱，这不是你的 remote 啊，你卖我备用呢。全台湾装电脑的朋友看到这一幕都很感动，我让大家想到自己阿公真的很努力在装台电脑。哎呦哎，各位，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。好，好啊，毛主席给你们看贼面，对，看贼面，真的会，台哥，天哪，各位网友，等一下按下去，如果电源通了，你们就跪着看好不好？很感动的是，好不 OK？ 学姐特地过来看你组装的镜头，就在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把手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。一起按这一颗面哦，还不行呢，要先按后面的。哎呦，我靠！我靠！你看想骗我？后面没有按这个怎么办？先按喽。按到一，先按到一。哦，真的哦。来来，等，手捏起来。大家注意一下 ，OK。手捏起来。嗨，一二三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！没有，已经通电了。现在看 Windows 会不会出来，就知道。CPU 风扇没有接电。CPU 风扇没有接电，好，全部拆开，把 CPU 的风扇的电接上。好，好，失败，漂亮。漏接了一些东西。漏接了吗？对。盖。主机板的那个电源没有接好，那个卡榫没有插进去。哇。很漏死掉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排解故障是非常难的。去到那是资深宅男，这不是说开你的知道，不得了。好，就是这一个。我来检查这一个。靠皮啊，没有到底啊。现在到底了吗 ？One more time, ladies and gentlemen, it's time to power on. OK。就刚的位置，就刚的位置。来，大家把手伸出来，重新用力。哎呦！转了。哦，红灯在亮，哦，黄灯的数字都出来了，哎呦哎呦，鸟蓝的变蓝脚，黄胶，哦，嗨、哦，等一下，等 Windows 出来就是真正的高潮，他已经在读取了，怎么可能？好像就松了一个 Power 线，哦 ，Windows， 哦，这样，真的谢谢你教我那个做这个电脑。抱一下 hug 一下，我们要请学姐讲评一下。来，我先帮大家回顾一下，是这样，海哥本来有幸呢在技嘉得到一个职位，但他逛过了各个部门之后呢，发现他连最基础的知识都没有，因此我们安排他从第一步开始做起，先学怎么样装会一台 PC。那经过了7749小时的奋斗之后，终于海哥学会怎么装一台电脑，如今他获得了进入技嘉的门票。现在才获得门票，不好意思，我想把这个门票送给你的家人。赵学长，你觉得以台哥像这样，他终于会了，你觉得他算是入门的工具人？他已经是完成了入门的第一课。第一课，就想请问，如果像台哥这样的话，你会遇到电脑的困难，你会请他去帮你装吗？会，你会。真的吗？所以像。学姐这样看下来，其实我是具备进来技嘉大楼。请问是工作？我觉得会装电脑就是到清洁队吗？不是，你可以去一些比较专业的部门，比方说技嘉清洁公司，或者管理部之类，管理部订便当之类。好嘞。好了，总而言之 ，OK 了。谢谢江老师，谢谢学姐今天这个陪同，好不好？技嘉一日工具人成功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学长，今天教我很多，好不好？这个虽然说是不是台哥，哎呦，哎，怎样？哎，哎，台哥，你好厉害哦，竟然学会装电脑了耶！可以来我家帮我装电脑吗？一点点。你爸在家不用。Yeah.
我是木曜四超玩，都是晚上九点直播，每周五更新 YouTube，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。粉丝团跟 IG 千万别忘记哦。就这样，木曜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太好了，陈百强，我的台词了，陈百强。